嘿，查理，你要去哪里？你要去汤姆的油漆店改头换面。让我猜猜，你要变成蜘蛛侠。你起重臂上的钩子出卖了你，它让你看起来像已经有了一个蜘蛛网。不过在你去找汤姆的路上，也许你把它收起来更安全些。嘿，汤姆，看起来你已经准备好把查理变成蜘蛛侠了。那真是很多红漆呀。你是对的，查理是一台大车，所以你需要很多油漆来覆盖它原来的颜色。你看起来有点像消防车弗兰克。也许还需要添加另一个细节，汤姆。当然了，蜘蛛网。等等，你需要一个细的油漆刷。要记得哦，汤姆，蜘蛛侠也戴着眼罩。闭上你的眼睛，查理。保持把你的眼睛闭住一分钟，查理，等油漆干掉。汤姆去哪里了？那个蜘蛛贴看起来太棒了。看上去还有一件事情要做。你需要多少个轮盖，汤姆？六个。让我们来数数吧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和六。哇哦，你看起来像极了蜘蛛侠，查理。干得好，汤姆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查理把他的起重臂和钩子伸出去了。他想看起来像蜘蛛侠，而且动起来也像蜘蛛侠。哈哈哈！再见，朋友们。圣诞快乐，弗兰克。汤姆会把你变得很特别，那会是谁？圣诞老人。哇哦！嘿，汤姆，我迫不及待地想看到你把弗兰克变成圣诞老人了。他来了。
进来吧。先做什么，汤姆？我们需要拿掉弗兰克的梯子吗？好的。下一步呢？我们要把木板锯开，做成雪橇板。好主意。完美，我们需要给另一边也做一个吗？瓶子里是什么？用来沾木板的胶水。哦，我明白了。完美。我们需要把另一边也涂上吗？现在呢？喷红色的漆，好主意。哇哦，弗兰克，这看起来就像真正的雪橇一样。我们还需要漆什么吗？金色的漆。完美，弗兰克还需要什么才能让他看起来更像圣诞老人？用棉花做的胡子。不要笑，弗兰克，保持别动，不然棉花可粘不上了。完成了，弗兰克，全部搞定。所有工作都完成了吗，汤姆？圣诞帽，还有溜冰鞋。太棒了。哇哦，你看起来就是圣诞老人。吼吼吼，祝大家圣诞快乐。再见，汤姆，明年见。